厨房里面拍一些这个制作的特写画面，但回去呢把它拼成一个比较酷炫的一个小短片啦哈。考验一下自己创意的部分。 虽然说里面很多油炸的东西在跑，但是坐在外面这边完全没有油烟味，我觉得这点非常棒。那我们点了一个是鲑鱼沙拉，然后一个是牛肉巨鸡汉堡，试一下鲑鱼的部分。嗯，对，很香啊！就算一群朋友聚餐啊。 也不用怕说来美式汉堡店就是一定要吃一些很油腻的东西，它有这种比较健康的这种沙拉类的，然后还有健身餐，所以它的选择蛮多的，相当不错。然后它很贴心有附这个手套，人客啊，你有看卖的啊？这是变啊用手摕咧食啊，拍照拍太久，气死两条了呀！ 真没有办法一口吃啊，对不对？还没吃到肉哦，完全没有办法一口塞下去啊！我拆开吃啊。嗯，牛肉里面很 juicy 啊，你看，这是肉汁哎，肉汁非常多。 好吃，薯条不错。哎呦，因为这炸过了嘛，我本来想要酱这么多，它应该会让那个皮软掉，没有，很脆哦。料非常的丰富啊，还有这个地瓜，相当健康啊。 地瓜很甜哎，地瓜很甜哎，水不淡，咬一下，拌着吃好了啦，拌着吃，吐了，哎呦，然后这是我们的辣牛肉酱薯条。 牛肉香味很棒。那我个人呢，因为这个最近走比较养生的路线了啊，已经很久没有吃美式汉堡，以前是非常爱吃啊。那我真的觉得这家口味还不错，大家到台中来的话哈，可以来这边参考看看。然后它整家店的这个风格非常的，就有一种健身房的感觉，因为老板自己有在健身啊，好不好？你可以跟他交流一下。 那我们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，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哦，拜拜。